小景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营养味美的炖鸽子汤哦，快去准备一下哦。可爱的小鸽子，我都舍不得吃。鸽子它身上有几个部位不能吃？它的头啊，它的脚脚，还有它性感小屁屁，要剪掉哦。先把它性感小屁屁剪掉。处理好了，可以去洗洗了哦。青山的配料比较简单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一绳子下锅。调味料下进去哦，先水一冒就可以哦。小火慢炖40分钟，加点料酒进去，这样比较去腥哦。膳食比较虚的也可以加一些红参片啊，这样可以比较滋补膳食。时间到了，加少许的盐巴哦。出锅了，炖这么久有点烫哦。营养味美的炖鸽子汤做好了，里面酱才一块，鸽子的肉是特别有营养的。一股新鲜的味道飘过来，太舒服了。嗯，口感好清甜，清淡味美，太好喝了。就喜欢这股清淡的味道，特别爽口。看着这么可爱的鸽子，有点舍不得吃哦，但是味道太吸引人了。哇，好烫！哇，太烫了。很鲜美，啊，太烫。嗯，太鲜了。又嫩又好吃。一个瓶酒精，鸽子是非常的补身子。像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啊，要经常的吃，男人也要经常吃哦，吃的身体壮壮的，女人也是，演员啊，美容啊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